大家好，我是 Infinity Bike 店长 Benson。 在台湾这个资源，就是要购买 BNC 这个资源非常缺乏，很多是要从国外其他国家这样购买进来。我们想说，为什么脚踏车甚至 BNC 全部是在台湾制造，我们还要从国外美国日本购买回来，所以我们才开始有这个想法。 Infinity Bike 除了在销售方面，它还有对于活动的推广、选手的培育。像活动推广方面，就是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举办的西里卷。第一年是由 Infinity Bike 跟一些知名的街头服饰品牌一起出资下去举办的活动。第二年开始，因为国际品牌 Nike 他们看到我们举办这活动，他们有兴趣，也开始投入的资源来共享盛举。在台湾 BNC 这一块，最主要遇到就是场地的问题，还有一些资源问题。像我们近期有计划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，但是有遇到一些场地无法租借，或是没有适合的场地，没有比较专业性的场地，或资金方面可能等等，都是很容易遇到这些问题。因为本身 DV33 它也是把篮球的文化跟街头文化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也想借由 DV33 让更多人喜欢运动的人知道有 BNC 的运动的存在，所以我们才会愿意在这一次的活动来支持 DV33。